好，各位小朋友，啊，甲一老朋友，啊，老朋友，今仔要甲大家讲起着唐朝时代四品贵甲王宝钏的故事，等等等。我心徛白马哟，走上关，董子董子跳针跳针，我该换寿衣哦，回龙馆。宝钏，我回来了。姓宝，你敢是在做兵吗？我来你斗三工，知道无？我做起来真正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是你的？嗯，对，真正是我。不是是啊，咱们的伙计呢，让变做阿多啊，就是王妈嘛。自从我变成西凉国的国王了，即款拢流行穿即款的，所以变成就相对。这条歌我只有三点唱，你要让我考看卖吗？唱啊！来，天空飞啊！我有点考一下。像那金桃那么绿，呀嘞个哦！一天呀，我呀，我对，真正是我。等我离开，等到我要带你去一个真好的所在。什么所在？这个所在就是交情高中。交情高中，你讲你啊？我到你家了。对，就是你家。有啥物呢？有高中，交情高中有四个宝贝，真贵。有啥物宝贝？这个宝贝我让你大目甲看无，我让你写伫这个。我连你小姐这个表面款哦，原来如此。而且我阁做一首诗词，要咱做伙念给大家听。真好，真好。来，请大家集中听。最难的本是尊重，尊重爱尊重历史，尊重文化，欢喜自由爱自尊，但是自己爱归入家己。感谢讲你家己吼，即摆后生六千，后生通食，后来甲你照顾，有遮好诶环境，遮好诶校通来读，所以凡事拢总爱感恩。拢总快乐，拢快乐。春娇、主任、当官，拢总正好，你着会感觉足快乐，啊，随时拢有好运，降临伫你。静静静，阿妈一起用用。